啊，反正我照你讲都有一定的程序嘛，哈、哦。那我现在跟后援会在孟存后援会在商量说，到底什么时候还要去做最后的冲刺，好、哦，包含的扫街，好、哦、啊，包含的拜票。那允许的话，如果我可以不过去，那当然这个选举区域太宽嘛，有17个乡镇嘛，哈、哦。那如果真的要过去琉球的话，那我会跟院方来做申请报备的动作。我就陈鲁候选人讲的，我支持总统和候选人，他们现在有三组嘛，只要他们提出的愿景是对台湾好的，对我们所有台湾人民好的，包含着政策方面，如果是对我们屏东的整体建设是可以有实质进步的，我都是我的选项之一。